老王的粉丝打造。属性多给他报一报，安排。哎，这两天鉴定军火看没看见我回暖了，鉴定装备手气变好了，120级的武器伤害要是能达到一个480，再加点敏力魔都还行。我去，这把武器飞不飞起，兄弟们，120级武器伤害485，它可他妈可不是130的，它是120的，魔敏双加。仙魔两种族，固伤也能用，法系也能用，打个十段太阳石，美滋滋笑嘻嘻，一把武器直接回本啊！这一个武器直接给前面所有的这几个不格武器全都回本了，并且还有的赚啊！438坚固，395加铁，388力敏啊，来个再来480以上的，470以上的，再加点属性就舒服啊！388、400拉稀，441。敏耐双加命归术，这是130的啊，130的要120的，这属性我也认了啊，双加毕竟49带特技，388啊，470高伤，但是是130的啊，就废废啊，这一波还是赚的啊。129刚取的号，魔族专用，点他妈的非我所用，物理系的追求专用，再来特意选对的种族对的造型，就是为了出专用的时候不用犹豫。140级极限高命中721，超高伤害569，29体，但是不能卖钱，没什么卵用啊，没卵用，没卵用，没卵用。400啊，388国标，451国标啊，120级专用伤害也没怎么爆啊。这把120级的武器要是能爆出个555伤害加敏捷，任务舒服啊。140的高伤大几率是没有用的，零是防御加抗风带上啊，固伤加治疗也不能说不能用吧啊，固伤加速度，哎，左边的零是虽然垃圾，但是还有点用。然后武器出了两个专用，第一波基本不亏，